嗱，誒好耐冇見嘅佐敦布朗啊嚇，佐敦布朗，同埋咧，仲有嘅喎兩個喎，黃偉國啊，偉國喎、啊。咁啊，黃偉國其實咧就係、是。球隊由開季至今咧嘅全勤王嚟㗎，咁雖然就未必場場比賽踢足啦，咁但係有進攻嘅比賽咧就會見到佢身影㗎啦。呢邊見到劉君整都係退下火線，咁啊換上佐敦布朗啦。咁啊，廖益成亦都係相當大威脅嘅球員啦，咁但係都係要換走啦，因為可能要體能原因啦。亦都有黃偉國入替，咁你又見到進攻呢位死球專家嘅身影啦。左腳開到埋嚟，先佢頂加到啊！又係奧利斯，但呢次入啦，75分鐘一上嚟就入波，黃偉國啊！冇錯，由黃偉國咧就終於可以射穿奧利斯嘅十字關啦！成個攻勢就係兩個後備球員上嚟，佐敦布朗嘅角球開出嚟。你見到咧，廖益成咧就同教練鞠躬啊！哇，換得靚啊！犀利犀利！啊，佐敦布朗開到埋嚟咧就，阿加斯圖咧其實就解圍唔遠啊！又喺禁區頂嘅黃偉國咧就，佢唔係射啊，唔係射，係波羅佢撞到啊！咁但係好運就好過好波啦，你出現啱嘅位置咧。就有入波嘅出現，